一举两得。在一个偏远的山村，有两只老虎正在争吃一头牛，引来很多人远远的围观。这时有一个年轻的勇士，他提着剑便要上去刺杀两只老虎。在一旁的老者连忙劝阻道，小伙子，老虎很凶猛，你一个要想杀两只老虎太困难了，弄不好会被老虎杀死。依我看来，这两只老虎争吃一头牛，必然会引起争斗，结果将会是小老虎被咬死，大老虎被咬伤。那时你再上去杀虎不是更安全吗？小伙子一听说得很有道理，于是就等在一旁。果然不久，两只老虎就打了起来，大虎咬死了小虎，自己也伤痕累累，精疲力尽。这时年轻人提着剑冲了上去，杀死了大老虎，从而一举两得，获得了两只老虎。成语一举两得的意思是指，只付出一份的努力，却能得到双份的回报。也可以引申为做一件事情，同时得到两方面的好处。